那么很少参加综艺节目的王珞丹呢，最近在我们东方卫视《极限挑战》中的表现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在节目中呢，和极限男人帮过赵他呢，私下里又会是怎么评价这几个大男孩呢？来听一下吧。我把我的纸条得交给你，你这就是我们俩已经定了终身了。我对他太信任了，我再留一条啊，这日子一点点不能这样啊，走吧，日子不得一点点过吗？不是，你给予别人多少信任，别人就会给你多少信任。太好了。王珞丹的出现算是《极限挑战》第三季播出以来的一大亮点，无论是节目一开始的男女配对环节，还是有点烧脑的狼人杀游戏，王珞丹都用自己在线的智商平分了男人帮的光彩。我觉得他因为刚刚听到了场外的信息，他听到孙红雷。你别演了，洛，你演了一天了，洛丹，我求你了。还没等说红雷哥到底是好身份还是坏身份的时候，他就急于跳出来反咬一口。水瓶座是逻辑思维比较强的。别看在节目中王珞丹和极限男人帮成员斗智斗勇，其实私下里他可没少夸赞这帮大男孩。一星是特别善良，然后黄渤是特别特别的照顾我，然后呢很有智慧，那黄磊老师不用说了，完全就是一个智慧的锦囊的担当。然后红雷哥，因为我们俩太熟了，所以就会觉得像大哥哥一样，我们俩可以互怼。然后像迅哥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慢热很温柔的人。虽然这次参加综艺节目让王珞丹收获不少关注，但她还是时刻谨记自己演员的身份，上节目只是偶尔的调剂，玩好了乐够了还是得卯足了劲拼作品。我10月底有个新戏要上，然后会有一些宣传，精神科医生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。娱乐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。